这个准提佛母在这个法相里面呢、是非常美丽的，但我们这个唐卡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唐卡目前所悬挂在外面的唐卡是早期台湾雷藏寺制作的。哦，那你但是会换时针，会换一针年轻的，谢时针。准提佛母也是，这个一般来讲，佛母都是16岁的，这个他是很庄严，这一尊的佛母，那个唐卡是很庄严。但是差不多快50岁，快50岁。反正这一张还不错，这一张的啊，这一张好，这一张还不错。中国法相宝典的准提佛母还不错，那个唐卡以后要重换。它是有三个眼睛跟18倍，它有这个第三眼呢，是第三眼的观修的最主要的一个主尊，最主要的一个主尊。